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玩一下这个天天啊，就是火影忍者究极风暴四啊，天天的技能吧，技能演示要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个手游里面的天天，它是可以普攻，普攻是一个飞镖，对吧？我们看他的手里剑吧，就这样啊。我们看他普攻啊，这是他的普攻啊。我们看他的上段攻击啊。天上起来的，这个对面的手机还是挺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下段攻击，这个刚才有点像那个旗袍天天的技能啊，不过这里面好像没有旗袍天天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防御加攻击啊，一把飞刀飙过去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壁啊。我操！把人家衣服打烂了啊！这样把人家衣服打烂了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个角度不知道怎么调啊。我们看那个，我们把那个调出来吧。直接。看他的联手奥义啊！这个小男的吧，其实就是他的大招，对吧？天天的大招啊！这么多把剑啊！我们看一下他的外壁啊，外壁刚才就是闪射过了，外壁啊！来，先看他觉醒吧，刚才那个大招已经看了啊。就是最后一个啊，觉醒有什么特点？哇，觉醒就射得快点。觉醒的普攻都一样啊，觉醒的上段和下段啊都是和一样啊，看来这个有点像旗袍天天的技能啊。是手游啊，火影忍者手游里面的旗袍天天的技能。我们看它的外壁，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啊。YX 它的那个技能飞镖会变嘛？刚才打那个火影那个剧情的时候 ，YX 也有技能啊。哎呀，裙子都被打烂了。我们去实战一下吧。去打电脑对吧？今天玩天天，昨天玩的是李洛克啊。这边下面就随机，不要用什么组队啊，我们就随便打。这个左右是什么时候的左右啊？还披着斗篷啊！我操，好溜啊！我连死你！我操，怎么这么溜啊？你都不让我打两下，停停停停！我操！
我操，怎么老是我被打？我死了死了死了！我操我操我操，他这怎么这么能飞呀、啊？抓住抓住！太行了！我操！我这还没打他一段血，直接被他虐死了啊！奇怪啊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他这么猛？把他一波打爆！五、哦。我靠，这么猛！我操，我一头都没打到他，他一直给我打烂了。好，大招打到了。这就是手游大大大，好像就是直接一大堆飙过去的吧，有类似啊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去！他技能无限多、啊，我操！我操！直接把他打死啊！那死了一下就行。我操我操！衣服都快破成这样了啊！啊，手机也是挺好看的吧？这什么鬼？我去！我操！死了死了！觉醒吧！我操！我靠，好冷！我快死了！我现在死了，死了！我操，这样被打败，好坑啊！不爽啊，对吧？我不相信我怎么一天天被打败这个电脑啊，这个也没这么烂啊！
擦擦擦擦。你这大招！我操，飞起来了！觉醒了！我操！靠，这么猛！好，哎，他换人了。来个小对吧？哎，这。这个手机好像放风了呀，我都没办法躲了它。哎呀，换个小队出不来啊，出来也没干到他。坏了，他这怎么好难打的样子啊？我操！我们两个一起被打。来个小对吧。总算来一个联手奥义了，打了半天哈。不过这联手奥义不怎么帅气啊。大招还是靠大招啊。来吧，觉醒啊！我看我要觉醒嘞！这样你不要命，就剩你走吧。奥义解决！哎呀，总算是解决了，打了半天啊！还挺难打啊。好累呀，对吧？天天说的没错，好累呀，死了一次，输了一次，再打个西呀。
那我就不找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欣赏啊，欢迎大家关注伟科资讯啊，点个订阅，点个赞啊，我们明天看一下，明天是把那个前总牙啊，前总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，然后九米智奶日向楚田，这个日向楚田有衣服啊，有一套衣服对吧，好吧，那哎，他们衣服不一样，技能也不一样啊，沙暴送葬，这边是沙石雨，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谢谢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伟科视频了。